把一月月经是写完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连二月的。你看我带了什么？我的手账本。转印贴纸，和这个小铁盒，有带啦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写，就让我们来看看。太好笑了，在路边被拍照。结果就这样获得一条面包，不知道这个是神父他自己做的还是买的，应该是自己做的啦，因为他超会做面包的。他是我们以前高中的学校的神父，然后国中跟高中啦，然后他常常就是都会带着一篮面包啊、吐司啊，然后走在校园里，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你肚子饿，他就会叫你吃，就他就很可爱，然后我们大家都超级喜欢他了。好了，到了到了，这是我 Mercy 的最后一家，店里都没人，就只有你耶，为什么？因为通常人很多啊。可以，是我要拍的意思吗？我没有拍片。那你带照的？你有事吗？我吃。你要吃？你之前吃过什么？我之前还没吃过啊。我以为你有吃过。没有。再次跟 KN 约，然后我还迟到。他肚子很饿，然后他带来这个来给我，跟我说肚子很饿，其实在法国，对啊。应该快了吧，拍照就要发文了。先不要。你还要拍这个吗？没有，你要录那个搅拌的画面。看你有带什么。一些素材，还有立心纸，然后本子，就这样。你有几本？两本。我现在两本 ，T N 跟那个 Hobo。哦，我真的觉得写 Hobo 很强，所以就努力写，努力发文，努力发文。再来一个快用完的贴纸。哎，那张我之前有买。但这个很好，就是你看它这是透的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样放上来就很好看。好啦，买了买了，好像可以哦、喔。等那个台北邮电进货再去买，但好像还没有。今天要把一月月经是写完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连二月的都要一起。你一月在哪？一月在，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我只是想把一些空的补一补而已。你是强迫症吧？一月没有，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样空。不会，还好，因为你那个贴纸都黄，就是有描边，然后又有黄色，就我就觉得这里碰一块很怪，一日一夜就是现在偶尔洗一下，很少。我真的想，这个就想，对吧？可能再把它们调个位置好了。巧，又开始乱撕我的手掌。这个贴起来真的很好看了。好了，快去买一卷，等它之后补货。跟台北近了，我就去买。你去台南买。去台南可能还得一段时间。Thank you.